好了，兄弟们，这波弹幕红包的话是弹性的，老王要开始改书了啊。十本以上的话是只有88啊，保底四个88，十本以上，但是我估计十本以上的几率其实是不高的啊。有弹幕的兄弟们参加一下答题啊，这波我们要用飞行啊干掉一致或者反阵的其中一个。弱日。高级飞行第一本，一本改成的话弹幕红包就是888啊，兄弟们。来高级飞行。哎呦又开始恶心人了啊。湖南辉煌不直播的时候是个智障，谢谢。后排高级驱鬼还在啊，掉驱鬼我也忍了。兄弟们一本掉了反阵呀。恭喜小嘴兄弟啊，刷个弹幕啊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啊，选择了1到8红，不对，选择了1到3本干掉了反阵。兄弟们我想继续改，我想打反阵干掉驱鬼或者一致啊。好了兄弟们，弹幕的抓紧时间，有可能又是一份888啊，有可能就是又是一份888，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啊，刚才一本就掉。来前排啊，上来夜战，上来夜战，上个前排夜战来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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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们，弹幕估计又是一个888，两次改书一本掉，把省下来的打书钱、弹幕红包全都拿走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888的红包拿稳了吗？牛逼！牛逼！小牛逼呀！我操！啊！怎么说兄弟们啊，我这都改出两次一本掉啊，13分之1的几率啊，弹幕红包开了。